Hey, Mom. I just got up the taxi, but I don't really like this place. I want to go back to France. Jenny, 妈妈这几天在北京忙，你和爷爷待几天好吗？忙完了我就去接你。Fine, but just a few days. 你按照我发你的地址找一下，五道营胡同73号，爷爷已经在等你了。Okay, I'll call you back if I don't find it.这里刚回来，坐了很长时间飞机。我给你准备点吃的，咱们吃点饭好吗？嗯，我不想吃这些。不想吃的，想吃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想吃你爸爸的面包，是吧？咱们让他休息。这样吧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面包，豆沙包，你尝尝。嗯，那怎么这样？咱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吃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哈哈哈！庄爷爷，庄爷爷，哎，来了，做梦吗？来。庄爷爷，听说有朋自远方来。对，我们家孙女回来了，你们好朋友雪梨。来，有个小朋友来。好孩子，这是我们的邻居东东，这是我孙女雪梨，我说吧。你好，雪梨。你是老北京，带我们去玩玩好吗？哎，你去过我们北京的长城吗？长城特别的长，要爬好久。嗯，还没呢。不过你去过我们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吗？有那么高呢。跑到云里去了。嗯，下次我带你去法国看埃菲尔铁塔呀。好呀。对了，我教你几招中国功夫吧。好呀，我想要学的像 Bruce Lee 那样子。手指往上勾一点，手臂抬高，对，很好。这个是抱拳，代表尊重和礼貌，也有感谢的意思。那谢谢东东师傅教我武术。此后的几天，东东总会出现在雪梨家门口，而雪梨也会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坐。北京小伙和混血女孩的友情正在一步步升温，也让雪梨收获了一份来自故乡的情谊。雪梨，她起来了，你妈来接你呢。就是你想我，我们都想回去，明年再来，或者随时想来就来，好吧？好，起床。哟，东东啊，雪梨在吗？雪梨跟他妈回法国去了。他会回来吗？会回来，回来你们还一起玩，我也欢迎你。我等着他。进去坐着了吗？好，再见。谢谢。再见。一把伤心情盖世，是不为谁追。